是啊，恭迎公主陛下。你当了人民警察礼貌多了啊！为人民服务。<笑>车准备好了，上车。啊，走、啊，小胖子。啊，阿旭啊，我先去一个地方，先坐回家。OK。去这么远的地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要去队里的，我只有40分钟时间了。我有个工作面试在这边，我想绕过来看看。你不是已经找着工作了吗？怎么还面试啊？一个短期翻译的活儿，时间地点都合适，最主要的还有钱拿，干嘛不接？前面。你确定是这儿吗？我看路线指示就是这个地方，应该没错吧？你确定这儿有人吗？大白天的都拉着窗帘，不像是有人吧？你这晚上，这晚上肯定很瘆人。走吧，走吧，瑶瑶。轩哥，你也不害怕吗？我和你姐从小就不怕鬼。多长时间了？仅仅申报在案的就已经5个人，这也太反常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失踪案还在发生，并没有停止的迹象。